哦，进来哦，进来哦，哦，各位，我们今天呢，天气非常的好，你们看一下，乡下现在几度哦，镜头这么远，今天呢是21度，我们预警的部分，然后今天干嘛？今天带他们来玩球球，你们有看到那个我们今天的画质特别好，因为呢这是另外一个方式的测试直播，哦，耶，等一下，多多等等，还没开始，好。走，我们一起走。我的口袋里面有一颗球啊，这是我们多多最想玩的，等了好久，终于等到今天。就是这样，来了，来进来哦，来真的啊，大大嘞，耶，一起过来，来多多你慢要惹，你小声一点，好来准备，耶大大，来啊，让广金的来，好准备，两只一起的哦，来。谁要球？哪一个？大家没有觉得画质变好了呢？因为今天用了另外一个新的不同的，哎呦，去吧！哇！大家有觉得画质变好哈？没错，这个今天呢用了一个新的方式的那个录影。哎呀，大，你的棒球里多多会逃啊！哎呀，多多，我看一下，啊球哎！刚刚啊，各位有看到那个大呢，直接是。尿尿在多多的头上哎，啊，来，你救我啊，来，起来，画质超好，对不对？这是一个这今天呢，我是用去吧，我是用 Osmo 的那个最新的一台那个 Osmo 的 Plus 的新的那个直播平台就是一台稳定器，然后有比较高级的镜头。所以呢，他现在拍出来的画质非常的好哦。你看，连多多在跳石头舞呢，都可以拍得这么的清晰自然。好，然后色调也比较亮，对不对？好，好了，来准备哈。哎呦，一，大，要不要？要的话叫一下，给大大，没有，要不要？一，去吧，搬那边，假动作，给你拿过来。而且呢，它还可以干嘛？它还可以扔硬哦！你看，我可以扔硬扔扔的。好，再一次，我们再一次哈，看一下，大家不要这么下，等等，好，准备一，九九派呀，九九坏，你去找爸爸，九坏掉了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，九现在完完全全的坏掉了。画质变很好，对不对？大家看到他们的画面就是长这样子哦。今天画面非常的好。我们九九在后面。别跑的啊！好狗公哎！去吧！哇！枪！来呀！好，再来！大，你舌头坏掉了呢！大，舌头坏掉了！多，好了！我跟他差点啊！你两个好。准备一我丢远一点好不好？一去吧，快点！哇，那里有洞哦，卡设计耶！来啊，九九嘞，九九过来，给你来，我们看一下，给你，九九对，哎呦，好棒！啊，好，你两家今天都乱了，来，等等，一大的尾巴，大你的尾巴，好惨！好，我丢远一点哦，去吧。我老鸭嘞，大家，你有看到肥九的屁股吗？那我们 running 给大家看一下，这卡通哦，感到肥美了，有没有？非常的硕，而且画质非常好，对不对？今天画质非常好。好，等一下，等等。怎么样？好好好
啊，没有，你要蛋蛋要给我啊，蛋蛋你。今天的画质非常清楚，对不对？啊，因为呢，今天我们直播换了啊，我现在跟朋友借了一个那个 Osmo 哦，就是 DJI 的最新的是吧 ？Osmo Plus 的那个云台，然后呢，它本身呢上面的那个镜头也不错哦，所以呢，它的那个画质看起来就是非常非常的饱和哦，颜色看起来非常好哦，所以呢，今天的直播呢也是一个测试啊哦，就是觉得它这个好像蛮不错，有蛮不错用的啊。哎呀，哦，你看这个画锐利度多好，对不对？哦，这个画质多好啊！好了好了好了，准备了哦，大大，去吧。啊，那个多多去呢，大大在冲啊！啊，好，我们看一下，它还可以run in，哦，我就不用走那么远了。run in，哎呦，哎呀，多多不要撞我的镜头，去吧。哎呦，各位，大大坏掉了，大大也坏掉了。而且我镜头呢被多多刚刚撞了一下，我先擦一下，雾雾的。好，先画。多多，啊，你的球球嘞？你球球在哪里？啊？好，现在就是三宝呢，每天在这个草原的日常啊，啊，非常啊，球球自己一个人在干嘛？他在找那个，他在找小鸟。然后还有松鼠，我们来扔进给大家看一下。哦，它变焦可以这么远呢，哦，还不错哎。那我以后直播我就蹲在这边就好啦。它还可以变焦到哦，变焦到这么远，飞到这里。啊，多多回来了，多多回来了，蛋哎蛋哎蛋哎，等等等等等等。好好好好好好，球还我球还我。啊，而且这么近，你们看这么近，那个画质也是很好哈。哦，别怪你啊。好，来来，准备哈，一二，九九，你松鼠嘞？松鼠在哪里？去，耶！大大，你滚滚嘞，耶！大大，你要滚滚吧？滚一下，滚一下，快点！滚！哎呦，大大要滚了，大大要滚了，说滚就滚，没再客气的啊！哈哈，啊，他刚派你的家那里啊？等一下，好，球球还我，大大球球还我，来，准备，一，去吧，这不是我买的，这是我朋友啊。今天的直播的这一台机器呢，是我朋友借我的，它是 Osmo 的那个 Plus，Osmo 的 Plus 啊。然后我个人觉得还不错啊，所以呢，今天稍微测试一下。平常呢我都是用 iPhone 在直播啦，那今天呢是改测试这台，因为它本身呢它又是那个它有那个稳定器哦，然后呢镜头又好哦，所以。是没卖，这台是 Osmo Plus 吗？对 ，Osmo Plus。Osmo Plus， 对，就是这台是 Osmo Plus， 所以各位你们看到就是这样子，哦，画质非常好，哦，就是，而且重点是它还有一个另外一个功能也不错，就是呢，我一直以来我最想要的功能，来多多去吧，就是呢，除了镜头好呢，然后有稳定功能以外，它还可以直接录影。然后，所以变成说，我现在直播，就算我的画质不好，我的那个讯号不好，但是呢，它录完以后呢，我上传 YouTube 的话，它就是 1080p HD 画质的那个画质哦。那也可以，当然也可以设定到 4K 啦，但是我还没有测试过，所以我也不清楚。好，今天呢，就是简单借它的这一台 Osmo 呢来玩玩看，然后可以直接呢，哦，画质很好，对不对？而且我可以直接触碰萤幕去对焦，我就比较不会有那种。失焦的问题跟测光的问题，啊，所以它现在这样整体装下来，它的那个整个画质啊，整个感觉真的蛮专业的，不错，哦，真的蛮吸引人的，啊，哦，看得蛮心动的，哦，那因为这是朋友的啦，不是我的，我是有点心动啊，所以到时候，而且你看我这样run in到这里，画质还是不错哦，啊，娇娇，你啊，现在过来。他可以啊？什么意思？哦，可以直接萤幕这样控制哦。好，没关系，回来回来，给他啊！球球，球球在哪里？球球，好，来球给我，给我啦！哦吼，恁真正够差呀！恁这个花啊，球球你嘛是啊，这个花啊拢都差嘞啊！怎么样？怎么样？来，多多去。
阿力，松鼠来，松鼠，耶耶，松鼠在哪里？小乔，松鼠，松鼠，哪里？各位，哪里有松鼠？耶耶，走走，带我去找松鼠。走了。怎么样？好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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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无要算啊。恁两个拢够吵的啊！啊，我吵死！你看大大拢袂肥，大大就很认真在咬。那你呢？啊，不肥到规个嘴拢脆烂啊！好了啦好了好了好了，哎、欸，大大求我，大大求求啊！好啦好啦，你去旁边啦，你够吵的。好好好，你球要还我啊不？啊！放开好了，来，不多，我们来玩那个游戏好不好？来丢接游戏，开始准备，去，来接沙发。哎呦嚯 ，A 呢吼，来再来，再来给我，来大大换你。哦呦，大大嘛 A 呢，来，来还我还我还我，好了好了好了，好好好换九九，来九九，九九过来，九九。哈哈，完全不会接啊！再一次，再一次，哎，去，去来，多多，哇，哇，哦，哦，刚才厉害点嘞！来，啊，大大，大大，大大换你，哎呦，放开呀，去吧，来，大大来，大大，哈哈，好，丢太慢了，来来来，好，来，好，我们换换九九，九九来，九九，九九。九九，给，九九来来，他只会躲而已，啊，好，那既然难得来到这边哦，很多朋友呢，哦，我们阿财的财粉，我们带大家来看一下，看阿财还在不在哦，因为阿财呢，我也太久没来找他了哦，阿财最近，这因为这个地方是阿财的地盘呐，所以我们带他们一起来，而且你们发现，你看画质很好以外呢，啊。它稳定器的那个稳定度也非常高哦，所以呢，我就算再怎么走，再怎么跑，它画面都还是不会太多晃动。哎、欸，阿宅嘞，阿宅，耶，阿宅嘞，阿宅阿宅，哦，只有看到阿明哎，哦，大明小明，哦，他们大明小明两只兄，哎、欸，这是姐妹吧？哦，是兄弟还是姐妹？啊、哦，有鸡鸡哦，结扎了是大明小明啊，没有阿宅哦。阿宅在招一堆气头啊！阿宅哦，有的时候他会跑到后面的那个河边玩，他会跟这些狗狗呢，大家约一约去后面的河边玩哦，所以呢，都玩到全身都是泥巴才回来。哦，这是住在这边的狗呢，他们的啊游乐习惯啊。哦，今天无缘看到阿宅哦，可惜了。好，给阿我进来，进来走了，走了。而且呢，他的这个。Osmo 的这个有点特别，因为它的镜头非常的短，我可以让大家看一下，这边有镜子，好，你们看一下，它就是长这样子，它前面呢有一颗这一颗镜头呢非常的方便哦，它可以这样上，我可以自由移动，所以它的画质高是因为这一颗镜头的关系。然后看一下我旁边这个是我的 iPhone Plus， 我的那个 iPhone 10，直接这样子，我对个焦。哦、所以呢，其实蛮帅的哦，哦这样子，所以它的头镜头呢，轴距小，所以在我以往呢，我习惯我是用那个手机的稳定器，所以就轴距比较大。啊，这个轴距小的话，我在转动的过程完全不会卡住哦。以往呢，我最常就是因为狗狗跑很快，我要这样转动，手机会卡住，但是这个不会，这个完全就是哦，你看我这样随便转动，好好玩哦。哦，非常不错哎哦，各位如果说那个有兴趣的朋友呢哦，可以参考看看，我个人是蛮有兴趣的，所以呢，我来追踪一下哦，这个 Osmo OSMO， 然后Plus 就是一个加哦，这一台值得考虑啊、哦。好了，那我们今天呢简单测试一下，也差不多到这边告一段落了。哦，我看一下还有没有羊的朋友，哎，刚刚闻到一阵羊骚味，但是。看不到羊了，哇、哦，大大没有羊了呢，咩，基本上不会很重哎、欸，我觉得还好，它是因为你加一只手机跟一个握把，会比原本的还要重一点点，但是我个人觉得还 OK， 因为它的头蛮轻的，所以我在这样使用上呢，它比较不会有什么头重脚轻的问题哦。
非常的，我觉得如果你们有在做一些运动直播啊，或者是一些像我们，像我个人是因为每天都会带狗散步直播，所以我用得到，好，所以我可以考虑。但是如果各位，如果你们觉得好玩的，就看一看就好了，好，不要乱花钱。好，哦，我是蛮心动的啦，所以我回去我再来找一下，上网再来找一下，因为刚好下午朋友来找我呢，他带这一台他新买的，然后我就说，啊，不然你可以借我直播一下嘛，我想试试看，哎，还不错玩呢，啊，好了，那我们今天呢就是直播测试呢 ，Osmo 的那个直播测试就到这边了，好，那这一台多少钱哦？这一台好像要20000块，它因为它本身它有内建一颗那个高画质 4K 的镜头。所以呢，它比较贵，比一般的稳定器还要贵。一般稳定器大概都好一点，都落在10000出。但是这一台呢，你们看一下，它长这样子，它有一个它这一颗摄像头呢，就是本身就是 4K， 可以到拍到 4K 60格还是30格哦。然后它主要都是所有的画面输出都是这一颗镜头，所以我在直播你们看到画质那么好，就是因为这一颗镜头。然后呢，我是用我的手机把讯号送出去。直播用的，所以这一颗 4K 我觉得它这样整支加稳定器，它可以换头哦，整支加起来大概20000块吧，我觉得不贵啦。哦，这是 DJI 的哦，那我回去我再来做一点研究哦，如果看一下效果不错，嘿嘿，以后呢，哦，我们的那个直播呢画质就会像今天这么好咯。好了，那我们今天的那个直播测试呢就到这边告一段落啦。 OK， 拜拜。哦，没有要做好做满的。